后来，我把它变成标本，放到我的抽屉里了。你说，这都不是真的。唐淼，你觉得凭你的智商，能考上大学吗？哥哥，这是我必须做的。是真的，我亲手喂你吃了4年的毒药。萧医叔，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你说你会一直爱我，永远都不会骗我。还记得我从小就喜欢喝牛奶。